在这个魔幻的神兽世界，达斯巴被捉后，穆迪斯就负责统领金丝部落。不过做国王对他来讲并不容易，他情愿去拯救他的爸爸，他希望可以行动，而当班寒冰猎人袭击金丝城那阵，他终于可以行动。凤凰部落及时赶来救援，不过可惜穆迪斯的好朋友斯艾娜被人捉了。斯艾娜爸爸虎参谋非常担心，一切尽在神兽传奇。36集，非常斜坡。好多谢大家嚟啊！我哋一定会揾到我哋父母，仲有斯艾娜嘅。你好坚强嘅穆迪斯，好似金丝咁坚强。我哋冇咩时间静噶啦，百猎人嘅冰河好快会流入我哋嘅城市。哎呀，对唔住，我太中意呢啲蓝糖霜啦。其实咧，我哋转用咗湿嘅蓝色粉笔代替。湿嘅蓝色粉笔啊。无论点，我哋都敌唔过呢一座冰山。佢一嚟到，我哋就会灭亡。佢哋会控制希能量，然后佢哋仲会计划袭击卡洛拉山脉啊！你肯定真系会咁样，定系又系英杰斯见到嗰啲幻象嚟啊？我啲幻象从来冇错过噶。就算冇咗嗰座冰山，百猎人都会打赢我哋。下次袭击真系不堪设想，我哋要去阻止先至得。而我知道去边度可以咁做。就是要去拱门大峡谷，我将会在条冰河来到之前在地底设下陷阱。几日前我叫了海狸去修补这些坑洞，他们铺了个地面不过下面做了手脚的。修理修理修理，包保会令班寒冰猎人措手不及。当他们一来到，我们就派小队由后面入去那间奖品室，释放所有人，我爸爸、恶霸王他们、啲熊，还有斯艾娜，呢个系你嘅计划。嗰座冰山真系会跌落嗰个陷阱里面，而你就由后面嗰道门潜入去啊！我哋一定要咁做。副参谋，你系点样入到嚟噶？更重要嘅系你冇事啊嘛！我作为爸爸真系好嬲，无论点我都绝对唔会放过嗰个捉咗我个女嘅懦夫。我一定要令那个衰人痛不欲生。原本我都想出去打过的，不过都是照他的说话做好一点。我可以去引开那班猎人的注意力，我需要有人帮我控制后面的炸弹。等我来啦。还有哪个啊？揀我啦！仲有邊個？全新神獸傳奇動畫盡在樂高香港 YouTube。